要先去无人岛。啊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但是我们不会登岛，我们等一下会先到那个海上赌场，玩水上活动。就不知不觉已经到了。教练，你刚刚说登岛才会告诉我们要玩什么？我们要先玩这个活动是水上摩托车。哦，水上摩托车。假设落水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去处罚的地方。还要处罚？那教练这边，我们稍微一个抱一个，来双手环抱，重心上半身都往前，胸口往前。我爸当我爸在抱。手就位 ，OK， 好，跳，哇，很棒很棒，就这个，耶，二号选手阿乐，加油，教练几分？我忘记打分数了，我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六分。因为他的动作比较标准呢。啊，我不用看，我高空弹跳都跳过了。OK 了。你是怕水？我怕水，对，我怕水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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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勇敢，你是 Let's go 运。Thank you.